顺求下列两群数值资料的四分位句。好，那要求四分位句呢，我们就必须要照顺序。好，那我们就换个好看一点的颜色吧，免得眼睛累。来，好好写。来哦，最小的当然是个位数的八。再来呢，个位数写完了，再来就是十几嘛，那再来就是十九。再来二十几，二十六跟二十三，所以二十三先，再来二十六。好，三十几的呢有三十一、三十四、三十七。最后剩两个，四十九、五十八。好，那我要算四分位句的话呢，我就是要分成四段。好，所以我们先分两段，前面四个，后面四个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中位数，对不对？那不管它，来，四分位句的话是在哪？第一位跟第三位。好，所以第一位在哪里呢？前面是前面这一段呢，四个人的中间，所以中间是谁？十九加二十三除以二，所以是二十一。后面这半段的中间是谁？在这里，所以三十七加四十九除以二等于四十，四十几。嗯，我才是很不想动笔呢。八十六除以二，所以是四十三。好，所以我的四分位句是多少？四十三减二十一，所以呢就是二十二。第一小题四分位句就是二十二。好，比照办理，来第二题。最小的是五，再来十几的有十二、十四、十四、十七、十九，然后二十几的呢？二三二九，再来三二跟四一，一样来切。这边有几个数？五个，一二三四五。好，所以呢，这是正中间。好，那前面这半段呢，是不是有五个人？正中间这个是十四，后半段的正中间呢是二十九。所以呢，我的四分位句呢就是二十九减十四，就等于十五。